瑶池金母降凡尘，普度寿缘能解脱，真经内容修定慧，智慧大开方解脱，苦海无边速回头，找回本心当开悟，依照真经修缘时，经中教导诸次第，依教奉行老实修，破除五蕴除六贼，身心大定智慧开，大彻大悟随母意，究竟解脱返瑶池。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讲经，我是讲经人郑正威老师。更多节目资讯以及精彩内容，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今天要为大家讲解的经文是瑶池金母普度寿缘定慧解脱真经，为大家解释母经中瑶池金母的大慈大悲与爱护众灵儿的心怀，教导次第修行能够究竟解脱。经文呢，瑶池老母发慈悲，亲驾白云赴贝叶。贝叶是什么呢？在古代没有纸张，没有纸张怎么书写呢？那是很好，有一种树叶可以干燥之后可以供书写各种经文资料的，这种略称是贝多或者贝叶。所以古代的印度呢，没有发明纸以前，就以这种贝叶来代替纸张，来书写各种经文。如今的南传的佛教地区，也有用贝多罗书写的。所以没有纸，人是很聪明的。你要想穷则变，变则通嘛。不能说没纸就不书写，总有办法找到可以书写的东西。所以这种贝叶就是没有纸张之前暂时代替纸张来书写的经文流传后世。所以在福州的时候就见过一个大的寺庙的方丈，看见老师前来礼敬拜佛，方丈亲自接引到他的藏经阁去观看，打开抽屉没有看到纸本的经文，整个抽屉全都是贝叶的从印度那边过来的经文。这个寺庙有1000多年了，真的不可思议。当时看到这个第一眼看到贝叶写的经文，内心澎湃不已，原来这就是真正的贝叶经。一片一片穿孔绑好，让一页一页的去翻，就像纸张写着一页一页的意思是一样。所以那次看过了以后法喜充满，古人真的不可思议，能够想到方法利用这种贝叶来当书写的之用。这个贝叶是一种特定的植物的名字，虽然是指一般植物的叶子，但是它可经过特殊处理之后可以用来书写的，不是每种树叶可以书写，因为它处理之后干燥了就很坚硬，不会败坏。一般的树叶干燥以后很快的它就会烂掉了，坏灭破散，它是很坚硬长长的。所以处理之后呢，这个最适合书写所有的经文的为贝多罗树的叶子。这种叶子它的形状是很长的，差不多有这么长，宽宽的这么长，所以它叶子很长，
它树叶的质量很稠密，又坚固，不会坏。所以输血以前呢，将这个叶子把它晒干，干燥之后，把它截成宽约6公分、长约6公分的叶面，左右各穿一个或两个小孔，把它穿起来，否则一页一页的话，你乱了就看不清楚。所以它按照穿好，一孔或两孔都可以。穿完了以后，你就可以开始去输血。它输血用什么笔呢？不用笔，用针，啊，或者用刀锥，或者铁笔，把它能磨成很尖锐的东西，将它刻在这个叶面上。那这个针或者是铁的笔或者刀锥呢，先用煤烟呢做成的墨汁来浸染在它上面，就像我们现在的古代的所用的自来水笔啊，里面有一个塑胶导管，里面有装着啊钢笔墨水，但它是用烟熏以后制成的墨汁，你蘸着这个墨汁，把它刻在贝叶上，刻在贝叶上，然后等它干燥以后，你就看贝叶上留着有它所刻的痕迹，加上有熏染的这个墨汁，这个颜色就出来了，所以很容易就看出来，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明显的显化出来。所以将这个叶书写的经文，我们称为贝叶经，所以很方便嘛，这叫贝叶，叶子上写的经，那这种经文叫贝叶经。所以大家明白啊，什么叫做贝叶？是母娘亲驾白云赴贝叶。贝叶是什么？贝叶就是树的叶子，将特殊处理之后，再用煤烟做成的墨汁刻在叶子上，等再让它干燥之后，你就看出一个字一个字的就显化出来，就跟我们印刷在纸张上的意思是一模一样，所以古书称之为经，叫做贝叶经。所以母娘呢，意思就是说，母娘驾白云呢，是自天上而来呀。他所交代我们的所有的修炼的方法，都是在这个真经上一一的教导我们。所以这个贝叶书写完毕以后，再用有一个孔或两个孔把它穿成连贯，这样成像一本一本的经书意思一模一样，然后再用贝叶同样形状的尺寸一样大小的两片大型的夹板压在上下两面，以免它散乱错剪。这所以每一页呢都很正确的，你可以翻每页，不会散乱，不会错剪。所以母娘亲驾白云赴贝叶，就是意思是说瑶池金母降下这部母娘的真经，教导所有的人如何按照真经去修持。所以慈航尊者听母娘真经上教导大家修行的方法，他本身开悟清楚明白了以后非常的感动，所以他就向母娘很恭敬的做这个颂，赞叹母娘这样体谅所有在苦难世界的众生，指引一条明路，降下这部真经，就是贝叶经。
所以这贝叶呢，上面白母娘的真经一丝不漏的都刻在上面，来教导我们娑婆世界的苦难众生如何依照母娘真经上的妙法去老实真正的依照经中所讲的方法老实的去真实的修持，一定可以究竟解脱，不再受苦受难。所以这里面开始讲解的就是定慧解脱之道。所以讲来讲去各部经典都是说的一样，只要身心大定智慧大开，身心不定起心动念心浮气躁，你就糊里糊涂无法以正思维去看世间的种种的现象，你也无法冷静的思考如何做正确的判断，热脑嘛，头昏脑胀了嘛，没办法冷静思考了嘛，所以你所做的决定一定不正确。所以慈航真说赞叹母娘告诉我们的方法是简单明了啊，所以母娘教导我们怎么样子先修定后生无上的妙智慧，然后以妙智慧去了解母娘真经上教导的方法，使我们除去六贼，不再捆绑束缚，将六贼是我们会产生一切业力的根本彻底的拔除干干净净，使我们的身心自在，而我们能够清楚明了的去以观照的方式看清楚色受想行识五蕴原本就空，对你了无帮助，没有加分只有减分。所以我们不要执着色受想行识五蕴有因缘聚合的假象，那个是会幻灭，对我们毫无帮助。说我们看它一切是空，因缘聚合幻灭，可以当垃圾一样的去清除。能有这样的决心，这样的判断，你的阻碍就消除很多，你不会被这些因缘的假象而蒙蔽了你的真心本性，你怎么会被它误导呢？既然不会被误导，你能够看清楚想明白向内观照找回本心，自然明心见性嘛，不再迷在当下嘛，看破一切虚幻的假象并非真实不虚的，你来找回真正的真如实相当体就空的那颗本心，你找回本心呢，万缘具足，应有尽有，能够包罗万有，这才是你需要找的。它不是五蕴因缘聚合的假象，它是原来就跟着你的本身就具足拥有的，只是一时你找不到不明白丢失了你的真心，所以你才在苦海浮沉没完没了。当你有这个本心，你就不会再有任何的贪嗔痴慢疑的造作，自然就不会有牵牛现象的后果发生，因为破除这里一切的束缚，你除假归真，我原来就有，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你要清楚明白，心外无法，诸法空相，了不可得。只有在内心深处找回本来的真心，就是原来具足的面目，你应有尽有，
为何贪求外在的虚幻的假象呢？那不是真实不虚的，对你毫无帮助，只有协助你造诸业根呢、啊，流转轮回呀、啊，一无好处。所以我们内心明白，能够开悟了解母娘真经所说的种种的真谛，彻底的顿悟，消化吸收融会贯通之后，你再不会妄想执着向心外求法。外界的种种是虚幻，暂时的因缘聚合的，对我们没有帮助，没有加分，只有减分。我们要了解普罗天下的众生为何痴迷不能觉悟呢？因为找不到原本的真心，只有用六根对照六尘所起的六识的妄心，这起心动念造作显化出来的一切的假象，误导了大家，误以为是真实不虚的，所以执着不放，天天减分，终究要受到流转轮回的苦果。所以我们破除这一切的痴迷，依照母娘慈悲为怀所告诉我们真经的妙法，你自然圆满了。我们一定要破除一切虚幻的假象，你找回你的本心。所以我们瑶池金母是大慈大悲，所以亲驾白云赴悲业，自天而来降下这部真经，开导所有九二的残灵，好好的去依照这部真经的方法去看清楚，去参悟明白，好好吸收，次第去落实，身心安定，相信真经所说的种种的方法，不再攀援外界的虚幻的假象。这时候猛然顿悟，原来一生所追求的都是虚幻的假象，没有一件是真实的。我们要这些干嘛？花费了这么多的精神，浪费这么多的财力，了不可得，终究离你而去嘛。所以真经教导的是叫我们破迷开悟，让我们晓得将六贼破除，知道五蕴假合的是迷惑我们的真心本性，是我们在这些被迷惑的当下忘记了本性，追随的外界的假象，导入邪魔歪道，没有大道可走，所以受了无穷尽的苦难，找不到目标，到达不了终点，永远在那儿打转，流转不已。所以母娘慈悲为怀，不舍我们，说自天而降，交代这部真经，所有的苦难众生，回头是岸，苦海无边，不要再寻寻觅觅了。那些都是虚幻不真实的假象，为什么不能回头是岸，老老实实依照母娘真经上的方法去落实呢？这才是真实不虚的方法，你一定可以帮你脱离苦海，不再受苦受难。所以瑶池金母的大慈大悲的循环
是何等的不可思议，随时都挂念着在娑婆世界的灵儿，为什么还要受苦受难呢？不回头是岸呢？你们所用的方法都错误吗？你们所追随的是天魔的脚步吗？他误导你吗？给你很多虚幻的假象，迷惑住你原本的真心，让你找不到你自己的真心。所以当被蒙蔽之后，没有目标，没有方向，迷失在当下，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才对，只听天魔一呼唤，就盲目的追随天魔，走向偏魔的歪道。这最后你终究是受了诸多的苦难，母娘非常不舍大家受苦受难，被天魔误导，所以他亲自降临到娑婆世界来演说这部真经，来救度所有在这娑婆世界的苦难的众生。所以使所有的苦难的众生都能够依照真经的方法，老老实实的照章行事，绝对不会再受苦受难。这母娘发大慈悲，想要将所有的世上的灵儿都能够导引回归正处，究竟圆满，能拿到母娘法船的船票，这他乘母娘的法船回归到灵母的身旁，这一切都究竟圆满的解脱了。这就是药师金母这样大慈大悲，亲自降临来演说这部真经的妙法，来接引我们破迷开悟，返璞归真，不要被假象迷惑。这部的真经就是要所有的灵儿要知道解脱的方法并不困难，它是很清楚明白简单扼要，只要你定下心来，一心契入母娘真经中所说的方法，你的智慧一开，你的猛然顿悟，就清楚明白在在处处所演说的妙法原来这么简单。本来以为修行大法是高深莫测，如何是好啊？一想到修行的大法，没有自信了，恐惧万分。因为你本末颠倒，妄想执着，所以产生恐惧感嘛。这有什么害怕的？他就希望每个他放下的灵儿，终究都可以破除一切迷失，脱离一切苦海，再回归到灵母的身旁，阖家团圆大圆满，不要再受苦受难。这是一个慈母的胸怀，没一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能过好日子，不要受苦难的，都希望他过好日子，脱离苦海，快快乐乐，阖家团圆，啊，一家欢乐，一家亲热，这多么的圆满的一个大景象。所以因为大家经过龙华客期两次收缘，有九六的缘儿，而今仍然有九二残灵不肯回心转意，不肯回家，说母娘哭泣在云端呢，是仙佛降笔在凡尘呢，仍然无法度引
所有沉沦在娑婆世界的灵儿回心转意。结果瑶池金母亲自降临来，呼唤所有的灵儿，快快回家吧。这部真经就是让你们回家的船票，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吧。很清楚明白，一看就懂，马上回头，立刻就有船票，搭上法船，回转瑶池灵母身旁，脱离苦海，究竟解脱。想想看，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呢？你为什么不回头呢？为什么还要继续沉沦呢？说解脱之道并不困难嘛，只要你把心一安定下来，你就有善智慧嘛。善智慧起来后，一看这部真经，你就猛然顿悟嘛，清楚明白，了解透彻。原来这么简单就可以回家了，究竟解脱了，脱离苦海了。因为你智慧不开，你被你的污名一起，你的所知不足，所以烦恼障碍一起，所知障碍一来，两障不除，你就没办法回心转意。所以这部真经告诉你，一定要将你的烦恼障、所知障两种障碍先破除，身心安定，智慧开，烦恼不起。母娘真经字字珠玑，清楚明白，简单扼要。你一门深入，猛然顿悟，就那么简单。不要害怕进入母娘真经中，因为你的烦恼障害怕这经文内容太复杂了，所知障啊，我智慧不足，没办法了解母娘真经的真正的意义，不看也罢，看哪一天吧，有机缘再说吧。这就是违背母娘真经的旨意，母娘都亲自降临来到世间来演说这部真经妙法，这样不可思议的殊胜功德，你为什么还不能定下心来去接引这部真经所说的妙法？还要等待到何时？所以你的烦恼障跟你的所知障要赶快的破除，这个两障就是将一般凡夫所无法调伏的，没有破除，永远为凡夫无法开悟，你就要永远受苦受难，流转轮回，这又何苦呢？只要信心坚诚，以信解行证的四个字，对母娘的真经相信所说的妙法，要深入经藏去了解这妙法如何去次第落实。明白了妙法以后，你要真正的去一步一脚印，照着妙法所告诉你的，除去五贼六贼，见到五阴都空，不再干扰你的本心，使你的精气神足，善加汇合，使你的能够以孝悌为本，孝顺父母，伦理道德，兄友弟恭，敦亲睦邻，这些根本坚固，你才会发现不会辜负母娘亲自降临降这本真经的苦心呢、啊。你去落实执行以后，依照真经的方法，你才会发现最后一检验，证明真经所教导你的方法
简单明白，轻松扼要。原来自己的内心蒙蔽了，跨不出去你的脚步，信心不足，不相信，不了解真经说的是什么，没办法去落实，当然无法印证真经对你有什么好处没有，能不能真正帮助你究竟解脱。当你依照信解行证四大步骤，发现信心一起，相信真经所说真实不虚，了解了，明白了，那就根据他所说的步骤去次第落实，究竟解脱，你才会发现，原来经中所说的方法，印证之后，真的能帮助你脱离苦海，真实不虚，烦恼障没了。轻松自在了，欢欢喜喜，手执杖破了，不再害怕自己的智慧不足，因为你身心大定，智慧一开，得无上的妙智慧。母娘的真经教导我们的所有的妙法，你一定要相信，那信心的坚诚，因为一定要除去我们的烦恼障跟手执障这两种障碍，我们一般的凡夫，所以我们一般的凡夫在这个烦恼的当下不求精进，对所知也不求精进，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由于烦恼障跟所知障的束缚干扰，使我们没办法相信任何人给你的建议说明，只按照自己的思维自己执着去妄想。所以依照母娘真经所教导的方式呢，你一定要信心坚诚，我仔细的去进入经中去了解。所以这里面所教我们去了解很简单，一一的强调，从头至尾再再次次告知我们，修行并不困难，困难就是修行者的真心被六臂妄心所障碍住，找不到自己的真心，不明白你原来就具有的真心，这就是六贼阻断了你走向正道。所以这里面是一定要先去除去六贼，六贼不除，你就一定是对境生情，对缘影尘世牢牢不放，那些都是虚幻缥缈的，不是真实的。我们为什么能够要不放呢？一定要是身心安定。你进入禅定，仔细的去反省一下，你所面对的种种，所缘起缘灭的，虚幻不实的，你这样执着的掌握在手上，有什么好处？所以因为我们没有善智慧，因为你的智慧不足，非常的愚痴，所以才为凡夫为众生永远迷在当下，无法开悟。所以我们如何的去破迷开悟？返璞归真，这才是重要的课题。所以六贼要去除，你就不产生对应，自然没有缘影尘世的发生，虚幻的假象你也能够破假归真，你也不会在这种假象当中再去打转，你能看清楚，清楚明白了这些阻挡你的、束缚你的、让你无法前进的种种的阻碍都一一的消除。所以六贼一破，找回本心，自然圆圆满满，不受到阻碍。然后母娘真经上教导我们，就是要除六贼，就是要修定的功夫，才能使你生出无上的妙智慧，自然对事理判断清楚明白。
你就不会随意被人误导走入偏方。除去六贼，你的六根色声香味触法就不会互相对应攀缘了，所以一切虚幻的缘起的假象就不再执着不放了。你也能够清楚明白，以观照了知色受想行识五蕴原本都是空，并非真实不虚。所以对这样虚幻的假象缘起缘灭的，你就不在意去执着不放了。因为你明白一空一切空，你何必在意它是空还是有。空有同时，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所以在这个的当下，一空一切空的道理你就清楚明白，立刻顿悟了。所以你知道五蕴本空，不执着，你的精气一神三家一汇合，徜徉活泼，上下流通，身体健康，固本培元，不就练就你金刚不坏的身体吗？有了金刚不坏的身，才有修行的根本。所以母娘再再告诉我们，练就金刚不坏的身，要固本培元，使我们三家汇合，照见五蕴皆空，要除去六贼的干扰。先言道果合三家，后说智慧需定力，六贼扫除五蕴空，返本还原为上状。这个经文又再说一遍，解脱的功夫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就让我们的元精元气元神的三家能够汇合聚在三花聚顶，使你的水火风，你的灵觉生修炼合为到一体。你的灵是灵魂，觉是觉魂，生是生魂，将这些练成合为一体，三家汇合。你修到三家汇合一体的功夫的时候，你就要运用禅定的功夫，它进入三摩的定地。没有运用你禅定的功夫，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自然就会对照色声香味触法去攀缘，互相染污，然后再起六识妄心的造作，又结果成了牵流的苦因苦果，再度受生流转轮回。所以进入三摩定地的时候，将心定于一地，你明白不再攀缘。所以你的六根跟六尘互相不攀缘，自然不会起六识妄心。六识妄心不起，就不会造作产生一切的业力，这时候不会增长你的业根，不会破坏你的慧命。所以我们需要用无上的妙智慧，就是需要先修定的功夫。你有定的功夫，自然就产生无上的妙智慧，一切都清楚明白，在不会被所有的因缘起灭的假象而被染污误导。你不被误导，不起心动念，因为你的身心安定了，你具有无上的妙智慧，你能够有判断力，下定的决心，不跟随这些假象去闻机起舞，你自有定见，该向哪方面走，你就不会往另外一方面去走，自然依照八正道的正法去起修，这时候一定可以究竟解脱。所以三家汇合，精气神足，你的元神光彩，灵体自在，身心安定，万缘都具足了，
所以你六贼一扫除，不再干扰你，你一关照发现色受想行识五蕴皆空，所以不会攀缘。五蕴一空，没有任何的因缘可以阻挡你，所以你很容易去找回你原本的真心，如如不动，原本就在，何必要心外求法，四处去找佛，佛在心中坐嘛，人在灵山塔下修嘛，终究你可以找回你的本心，找回你的佛性，你不就究竟解脱吗？立地成佛了吗？还有什么困难？所以一点都不困难。所以真经上一再告诉我们这些方法，一再重复的，又再诠释一遍，耳提面命，遥知金母，不辞辛劳，亲自降临，一再的解说，我们还不听吗？那你不流转轮回也很困难嘛。所以我们要做乖宝宝嘛，先天的母亲告诉我们一定是真实不虚的嘛，他绝对不会害自己的灵儿嘛，走入偏道嘛。所以不断的演说解脱的功夫嘛，就是要三家会合，就是要用禅定力使我们能够身心大定，进入三摩定地。进入三摩定地的时候，你的般若的智慧就能够开启了嘛。般若智慧一开启，当然能够参悟透彻母娘真经上所演说的真实意义是什么，什么方法，什么次第，要怎么样照他的方法一步一脚印去破除一切妄想执着，当然还是六贼要去除尽。六贼一除尽，你就照进五蕴都空的道理自然明白。所以这是空，就是一空一切空，了了明白。所以在这种的当下，你就能够找回清净没有被染污的第八阿赖耶识。所以我们现在与科学印证佛学里面就更能明白了。我们都知道一个物质有很多的元素聚合在一起，原子里面有分子，分子里面有原子，原子里面有电子，电子里面你再往下分，它又有光子，然后又再往下分有夸克。目前科学家又从夸克这么小的一个元素里面又发现有量子，量子之后还在寻找有没有比量子更少，所以量子计算机啊，量子的产品不断的在发明，尤其是以量子做的工具，通讯上的量子通讯目前是最安全的，它不受任何其他的因素去干扰，所以在这种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是最安全的。所以在这样一个东西发生，它就是回归到我们在宇宙的真如实相，就是第八阿赖耶识。所以看到宇宙的种种是当体即空，为什么？因为宇宙的种种是看不到任何的物质，先有能量，能量聚合成质量，质量成信息，三大不足。所以这些的当下，第一阿赖耶识的它的相显下出来的就是
那个能量，什么都没有，你看不见。那阿赖耶识的，他显出来的镜像境界，就是质量，好像有个东西。第阿赖耶识的转变的现象是什么？信息，我们现在所谓的通讯嘛。所以在宇宙当中，就是这些在变来变去，一无所有，都是空的，没有吗？有这些在运作，所以成立了这个净虚空、净法界，这是用科学印证的。所以我们看着宇宙什么都没有东西，怎么无中生有呢？因为都从第六意识所产生的种种的相。所以从这个科学印证，早在2000多年前佛就已经明白这个道理，现在的科学家才去反过来印证这宇宙。从当初发现夸克它的分子还太大，又在细分到发现有量子的时候，才能发现宇宙的运作是这样的奥妙的，如佛所说的，充满了3000大千世界，都是这些个质量摸不着看不见的，在那无中生有，有又化无，忽有忽无，是有没有，它是非有非无。你说我们这个身体是有，百年之后身体幻灭了就无，谁告诉你以前是没有？谁告诉你现在是无？所以这是一个非有非无的同等能量的互相转移，它是一个平衡状态。这就是印证空有不二的真实的意义，就在这里。所以这空生妙有，妙有又归虚，它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真谛。所以我们知道科学印证到现在才发现3000大千世界的这么奥妙，原来宇宙的真如实相当体即空，由宇宙的真如实相当体是空，它就能够包罗万有，生生不息，生生灭灭，生生灭灭。所以在这个生灭的当下我们都没有感觉到，为什么？因为这个生灭是从一个初念头起来，会起了种种的细念，直到一弹指之间，多少细念呢？1亿6000兆的细念。这个细念就是生灭，我们哪看得出来呢？多么的快，生灭生灭，1亿6000兆。这么多的生灭你哪看得见？所以现在量子力学去印证，原来宇宙是不断的生灭，无中生有，就是这么简简单单。所以科学印证佛学是真实不虚的，都是从化生的，无中生有，有又归虚，生生灭灭。你想想看，1亿6000兆在这一念之间有这么1亿6000兆的细念，这个细念1万6千兆是在生灭生灭，你怎么抓得住它嘛？所以你不要说它没有，所以叫非有非无，意思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直接执着要有要无，平常心就好。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欢迎下集再会。